因为家庭的关系，学生在课业的学习较无自信嘛，较无表现的舞台。当然，高中生在体育班，希望让学生有发展的空间，嘛，让学生在团队的训练和生活中培养出自信。到三年级，他们都有一定的程度，其实大家实力也都蛮接近的。那最困难的是一年级刚进来的时候，像比较弱势的或是没有底子的，他们可能一开始会跟不太上，然后变成我们就要把教练这边就要想办法把节奏放慢一点，让那些比较落后的先跟上来，然后再去整合大家的团队能力这样子。在教练的指导下，每一天训练学生的体能，加强学生的篮球技巧。除了训练的要求之外，也相当重视学生的课业。在晚上的时候，都会要求学生进行复习，让学生在篮球和课业都可以兼顾。我们球队比较不一样，因为我们比较重品性，我们希望小朋友的课业跟品性先顾好，我们再来谈打球。对啊，所以这是我们球队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尤其是我们又是住宿型的学校，然后你小朋友必须要有自我管理的能力，因为虽然我们教练几乎都是二十四小时陪在这里，但是有时候教练可能突然要出公差或是去参加研习，他们必须有办法在这里自己照顾自己，尤其是学长要有办法照顾学弟，所以品性跟功课这方面是我们蛮要求的。学校为着囡仔搭起舞台，众人资源不足，但是学生的热情不灭，努力把握每一届会使互看见的机会。南投新闻陈景宏，了解选东山采访报道。